先苦后甜，我熬了一年又一年。曾经那我的媳妇你这个又是在搞么子？我插这儿啥？你喜欢我插这儿就行了。要不你把它插了我就行。一边插一边写。这个非常的差的，我都在搞微信。哎，我把这些东西拿起来，你把它拆你。我意思嘛，肯定标上菜谱就要弄嘛，是不是？哪一天就要做一下了呢？在农村里，哪天没有空那个空路。搞卫生好啊，搞好了之后自己坐着舒服啊，是不是？对，白色的衣服全不要那个。你有包扎盐的，洗不了的。啊。有包扎盐，洗不了的。好嘞。这里你就不用管了，我来搞啊。来。你洗吗？哪里包扎盐呢？白色的包扎盐，那个桶里。这个。嗯，不是，这个是草酸洗厕所的。哎呀，洗衣服用包扎盐就好洗。用热一点的水啊，包扎盐用，要放着。这个白色的衣服明天必须要用手洗啊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洗衣机里面过一下。行。看你的这个白裤子怎么那么干净呢？我用漂白水漂了一下。啊？我用漂白水漂了一下，上面的那个洗不掉。用热水滑一下，用包扎盐。每天就是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，把水放热水，把这个水先给它放掉啊。对，放热水。我这裤子湿干净了，我已经搞干净了。你把要洗的就拿个凳子过来，把衣服放在那里静静的搓洗啊。这个你的那几件上面的那个要用包扎盐，我的上面用包扎盐。洗这个白色衣服就要有耐心。每一次洗的时候要把那个痕迹当面的洗掉，不然的话，那一次就是就搞不掉了。对，我这个不用了，我这个已经弄好了。哎呀，这还好像还没有搞好。小薇啊，咋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早上哦，哎呦，我现在心里有阴影呢。自从被人家扎了轮胎之后，你知道我早上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吗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我的仪表盘上面哦，那个前面。怎么能背个宝剑那个标志啊，一直叫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都吓得不得了。因为什么？是哪里背个宝剑？仪表盘上背个宝剑，一直叫。你晓得什么原因吗？我以为是安全带没系好啊，然后我跟儿子的烟安全带，我又重新把它停下车来弄系上去，还是叫。那最后那个背宝剑的那个人是哪个做的？后来的话，走了很远之后他就不叫了，那怎么回事？我真的现在是被人家搞了轮胎之后，心里面阴影太大了，看到一直叫一直闪。以前我们考驾照的时候，就是啊，有一道题，就是仪表盘上显示啊，一个人背着一把宝剑，好多人就被这道题啊困惑到了。我说那是哪回事？那个两种原因是啊，一种是没有系安全带，一种是哪儿的话可能有点故障啊。对啊，我就是因为有故障啊，吓得我。所有的仪表上有灯，如果说亮黄灯，它都是有其他的嘛。它亮红灯嘞，一直叫喂。故障，红灯故障灯嘞是吧？对啊，是背着一把宝剑那个哟。那就背只背了一把宝剑。就是背着一把宝剑嘞。那么吓人呢？那现在你说把轮胎一下子戳了那么多，心里面压很有阴影啊。哎呀，一红的话就怕。自己洗心一点就可以了，怕啥子嘛？那么好怕的，是吧？嗯，我准备打电话给你，我就想着你在睡觉，我就没想着他打扰到你睡觉了。开车之前，首先那个把所有的检查一下。检查了，车走到半路上的时候。车前、车后看一看，轮胎、气压看一看，然后
启动好了，把这仪表上面看一看，嗯，摇刷那些试一下。这衣服的话，我这个衣服弄了一个小窟窿，这个用针怎么补一下可以不？啊，你知道那次挂到了。你不要用手去弄它哟，那个爆炸炎的话是很伤手的哦。好伤手哦。嗯，我那时候你没看到我手上全是洞，你一定要注意哦。嗯。用热水泡一下，它该泡的污垢它掉了就掉了，我已经放了几勺子。我发现这个白衣服啊，穿起来是给人感觉是清爽、干净、清爽。你知道为什么可以买白衣服吗？因为我皮肤，所以我想你穿的好看一点出门的话，是的。嗯。做事的话就穿那些不好的衣服吧。我就是特别适合穿白衣服，就是人皮肤那些。男人黑一点都没事。听到没有？做事的时候就穿烂衣服啊。啊。你看这杯子，一洗就透亮了。嗯。透亮了。那你洗干净了，不就透亮吗？睡觉。啊！现在你发现没有？其实我们两个都改变一下了，日子都过得挺好的。男女搭配。每天自己住的房间，两个人共同的打扫、穿脏的衣服。对。两个人一起。所以共同学习啊。对啊。其实生活就是这样，柴米油盐，你觉得是不是？以后我们两个要好好的。坚持，和谐要坚持。在生气的时候，就要想到对方好的时候。你要想着你的鞋子为什么那么干净？对。你的衣服怎么那么白？我如果说想生气的时候，我就想一想，你帮我刷鞋子，帮我洗衣服。好吃的都让你吃。好吃的都让我吃。对呀、啊。你生气的时候就要想到，你叫我干嘛，我就听从你，我就干好了。所以他两个人就不负责任了嘛，是吧？嗯，我去拖地吧，你在那洗啊。好嘞。赶紧把它泡好了，让它去干。就是那个生活当中啊，两个人真的要多交流，多沟通。不管是哪一对夫妻，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交流是最好的方式。其实现在。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，自己的老婆作为男人一定要自己好好的疼，好好的宠。